他们拿啥子打你的呢？他们拿脚过，这拿手提子在打了，从路过来地下拿脚，拿的拿脚过来的。你那个脸上的血是哪点出来的？鼻子就打出来的，鼻子打出来的。哦。鼻子跟这血都打出来的，脑壳都打晕掉了，有些脑壳上在剁，我满都不发这几，那些剁的了，我早过了再进去了，他们三个家那些死的过来。 我想问哪里啊？我是把票我们带来的，从广州一样，他说那是要那个钱就来参加。哪里不要？哪里不要？嗯。再就要嘛，拿的那个全部的钱都是他们给抢的，抢了100元是块钱，给他刚刚就拐过来了，真的他们还是我们刚刚拐过来了嘛，我们喊他们还我们拐过，刚刚他们都不对了，找我们改一些套路嘛，他们就打了。哥，你是你的伙伴，你跟他同伴。 你先起来嘛，你这个蹲在椅子也找不住嘛。这个水冰的很嘛。你跟他冷啊？我跟他一个来讲，我把这回。你跟他一个来的不来嘞？要，这坐下想不来的了。你到哪个来讲？我来个办。你那个办是哪里的嘛？我给我给我给应峰家打电话给过来过去去了。他为啥去应峰家打电话呢？ 他们电话给我的号码过来应付下来。啊？哦。号码过来应付下来，家附近，他们家那家店，我们在家西门过来的家附近。你们来劳动几天了？我来劳动，今天在去三天。今天收多。今天在三天，我叫我出九的点上的。 你今年有好多年龄了哟？我这二十八岁了。二十八岁。二十七岁，二十七岁了，满二十六岁，二十七了。哦。你伙伴也跟你差不多大个了？混，他是混是要钱的。啊。你说有的刚刚。 你跟官官出招，或者你刚刚要钱，你刚刚抢他，出去给我们抢他，就在坐的之间，钱不准人家三个来的这个突发的一切的状况。